人呐，阿妹。阿奶啊，阿爹今早到东城医院去了，你把我爸挂起啊！阿娘，侬哦，阿爹最好，阿爹去了啊，早点回来。我去。我不免上殿奉来。啊，听闻王女生病还是三女生病？哎呀，姑娘是哪里话嘞？是我家姑母生病啊，姑母，我家姑母生病有什么好笑的？公子，我弟弟已不来的啊。你弟弟不是郎中吗？那上面透露一个字，公子请看。有意偏语，哎呀，是不是嘞？你弟弟是个牛医了，真是。哎呀，这块孝顺我吗？告辞，告辞。哎，请坐。你要请的林先生是在这边，跨过街的小木桥，门前一两棵老杨嘞。多谢，多谢。
妈，你血液上的花样给你学好了。哎呀，学得真好看，真好看，真是好看呐！你看什么呀？我看的是他，这怕不是吧？妈，你看的是他。陈兰嫂，燕子。今天是四月初一，我公母落着大寿，我是前去拜寿的。哎呀呀呀呀呀！拜寿拜寿，花样照旧，先吃香肉，后吃老酒，这有什么意思？爷爷，有一桩妖精的大喜事等着你呢。哪来的大喜事？爷爷，你我瞒着我。做的好事啊！什么事？你那胭脂姑娘一见钟情，还想瞒我？妈，没有的事。不要吞吞吐吐了。我表妹叫我转告于你，那胭脂姑娘已经为你送去相思病来了。啊，有这等事？胭脂姑娘约你今天晚上前去相会，快快去吧。君子不为非礼之事，这四位断断不可，断断不可。哎，你怎么
书呆子，老实与你讲，我表妹已经告诉了燕子，今晚等你了，去吧。这话办死不得、哎、你呀，我把你好友也逼呀，逼着什么？喏，我变小杨柳，潇洒有风流，仔细看一看，我的啊。说这些你又来捉弄我了，我瞧不行，有这等事了。天地为证，我说些凭什么？告子，哎哎，隐匿瞒证。有趣呀，有趣。
便对我宽顾明白。小生我早是莫想茶饭不思，听说姑娘请来，我提不爱，心中甚是不宁，可来推嘛，烦望姑娘要包容了。我郎，我郎。同殿宇当铺开了城里头，城东开办公馆在地，城西开港
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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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黄尘埃，一日风变难下水。今日里说结不成曲，金翠雀，隔壁那个老太婆替我两步有眼睛，我把一头让个警察不来地砸。想看把你个红脸警察嘞，我警察，我听讲才阿对呀，阿对呀，阿对呀，对呀对到手。你敲门是谁？我是说姐呀、啊。原来是表兄。哎呀！哎，多谢姐姐开门，毛大这厢有礼了。你来做啥？可见几个人浪浪清清都来拜访你呀、啊。管不着，快快出去。哦哟哟，我个家中真心啊，你既然的表兄失节于己，也该对我毛大爱与义呀。你怎么不来？哎，好姐姐，送你一样好宝贝，哎，好宝贝呀、啊，好姐姐，好宝贝呀、啊，好宝贝呀、啊，哎，好姐姐。我杀我。你倒是啥呀，你倒是啥呀，呀呀呀呀呀，常言道当今马桥，哎，姐姐打我们实在是喜欢我了。虚的啰嗦，什么好东西拿来我夸。哎，好好好好，喏，站得远一点，老老实实不许动。哦，我当是什么好东西，原来是没想开把牛的蒙的拧叉，我的牙。Yeah.
牛羊毛米毛米，你吃毛米？哎，那胭脂姑娘十岁都在万格场地里修营一阵，表妹你说有趣哎不有趣呀、啊、哎呀你呀真是没规没矩，竟做出这种荒唐事情来，啥是将我去争起了你心，困你时候说得清楚。这倒没有想到。许爷呢？许爷，哦，哈哈，我冒到高到花运这。No, 秀爷在此，叶子姑娘，你是何人？啊！咋残？咋残？啊！咋残？咋残？咋残？免得脸上无体姐姐乃是一刀受伤，一刀受伤，脸上最终万年的修业一折成大人滚滚，一折修业，记住听语见情，你把这修业受人之门。小人不知，请大人问过边山之女胭脂。传胭脂，是传胭脂。胭脂在西头来。胭脂，我来问你。
你弟弟手中拿着一只绣衣，你看可是你的绣衣？天哪！我再问你，这只绣衣你曾授予何人？这好个刁蛙女子，见了我老爷竟敢闭口无言！来呀，啊，与我斩！大人息怒，燕子，你话上，你话讲啊！快讲！什么意思？是送于我求生的，我求子。是那杀人凶案，我屈身到案。是不，大老爷，我屈身是好人吗？是，哼，你也不是个好东西。别我爷们，是。
属地一公人外，军旗待着。年兄今日立案辛苦了。哪里哪里，这真文字下官我只身一趟，便已三日十车，与我辛苦啊。只身一趟，真是好大才。多么爷的大人夸奖，区区小儿何足挂齿啊。圣明过天正是区区小儿。是是是是是，真是一招圣明大恩呐、啊！念兄多恩之恨，可知百姓否也不否？哎，下官凭力推断一清二楚，岂有不我之理呀、啊？此时说来，念兄真是一股青天喽！哪里哪里哪里，不怪不怪，廖仁远苏泽明秀才联名让高道奔赴，你且款来啊。大人，这你们要相信啊，没要相信。叶兄休要狡吵，依我看，还是将胭脂抹秋生带到海棠，你我再细问一番，你看是好。哎呦，别多此一举了。童儿在，传胭脂抹秋生海棠本王。是，传抹秋生胭脂。大人。你二人口人相识啊，自然相识。燕子，你将修衣时候赠送与他，从这将来这啊。去私了，好好，你等退下。马
燕子，你方才言道隔窗相会，又怎样将秀爷交付于他？也是隔窗的功，可曾当面款去？是，不曾当面款去。隔窗的功，不曾当面款去。我再问你，宋义在一何时？你爹爹被杀又在何时？就在十一初一那天晚上。哎呀，大人呐！四月初一那天晚上，又是连往姑母家中拜寿，当夜只在姑母家中，真可奉上殿去侍卫，请他人细查。太无义，童儿在。说起我求生姑母家中查明此事，待我求生下去。是。燕子，你我求生相爱之时，尚有何人知晓？这并不当真知道。你小小女子夫人穿针引线，岂管愚人思维？难道你不想与你爹爹报仇不成？是这于林立王成兰知道。王成兰，他是何等样人？他是个寡妇，大人他乃是一个好心人呐。你去退下。是。张义兄，此案突然爆炒，万当从生才死啊！哎呀，大人，此案一整全。怎可推翻重生啊？本府执意一定念兄亲笔告辞不送。恨他不负主意，死之出名。丁老爷，我求生之事已查清楚了。将来十月初一那天晚上，我求生却在郭某家中摆设，就夜查郭三更，亲朋邻里皆可作证。你得真假？亲朋邻里皆可作证，这就是了。风声四围去杀人，其中蹊跷非难料，定有冒名顶替人。燕子到此未有肯难笑，今日他泄露风景起红花根。随我来。是。马大少爷，马大少爷。啥？马大少爷，侬讲我两百个语言的，哎，你不该把我头上的拧出八去。哎呀，徒弟，还不呢？哦。哎，你把拧出，还救我。哎，老太婆啊，您唱我老太太，这过几天寻着了为你啊。哎呀，毛大嫂，啥？这是人唱，是我别家的老实人唱，哪个有啥个了不起的？难道我毛大嫂呀，那么赔不起啊？哎，我为妖精事起来，妖精事起啊！哎，妖精事。卖胭脂画风。Thank you.
我当了个圈子，个老差婆就嫌我不实在。我承认家里到了，不晓得有啥个同情我。卖胭脂，卖胭脂，做啥？相公可要卖胭脂？耶，你这个货郎，我怎么从来没有见到过啊？想必是个过路客上吧？真是真是、啊。告诉你，这里指的是个官务人家，你要买胭脂花粉，喏，到前面到花样去买吧啊！好。此人为何三番两次在这官务门前吞的吞呢？莫非与王成了有什么瓜葛不成？请问真姓大名？毛大少呀。毛大爷，你无缘无故问我名字做啥？我方在多梦之巅特来向你道谢。哦，算了，快点追吧。好，不必啰嗦。爷，叫你睁开你偏不听。哎，奇怪，你为啥要在这官府门前卖胭脂啊？我卖胭脂花粉在这妇道人家门口叫卖，乃是平常之事，有什么奇怪？我看你呀，倒是有些奇怪哟。我有啥个奇怪？你几次三番在这官府门前吞的吞呢？哎，莫非你看向这个官府不成？我莫大少呀，我看上这个吹瓜舞，这个瓜舞啊，老早有相好的，相好，哎，这怕就是你吧？哎呀，告诉你，只因他上风发烧，我昆不失业，几次要来作践，那瓜舞啊，很多恩赐我嘞，我却不信，你不信？不信？那我敲门叫你看，来。来啊！做什么？滚！喏，是不是啦？哎，这个货郎来路不明显，还黑吃得当，我不免借他之口放点风声出去。方才听你言道，这寡妇有个相好。他是谁呀？名叫索姬。索姬？哎，他是何等样神？我本是一个乱修的，与那寡妇表兄妹，英文不断，团结妹妹看见女人哥哥妹。乱做文章是马官府，没有同志们有话者，随便啥个话事体，他通通不会都参嘞。哎，你可不要随便乱讲啊！我爹你做啥？不行，你们人家去好嘞。问人家去好嘞，你问人家去啊。表兄所见私通，我一路而来也曾听说。莫非所见不如放手前去冒领？此人莫非就是所见？卖胭脂。胭脂可要买吗？哎，胭脂天生多少
烦呐、啊！哎，胭脂胭脂，令人红颜不老，真是天人烦恼。相公，还是慢一下吧。不要不要。啊！相公，这是明白真乎，并非冒名顶替。你这个人为何这样啰嗦？说不要就是不要嘛！哎呀，快走！好奇怪的葫芦了，秀英！表妹开门，表妹开门！表兄什么事啊？你快，秀英！这就是胭脂的秀英啊！那秀英不明白，我是王昌龙夫人才是。哎呀，这明明是胭脂的秀英，你看这秀英上的花样，还是我秀英她的。果然不出我之所料，为冒名辨为杀人，为民之谋必须死忠，切不可意气用事，自行交。秀英当夜失落，付出高薪，说起这来秀英也是不能得他人之手，杀人凶犯情非得已。
来迎我披风一件，迎我披风。银子一案先从琥珀，银子发放未交，王灿烂监禁三年，凶手所见，接着帮扶发廊此举，知府无乱的名字应端十款家将，追问身上天恨三千。
罪之恩，请老爷圣道批斋。你说什么？请老爷圣道批斋。冬儿，传胭脂后当问话。是，传胭脂。胭脂，我但问你一事，这么人才可是你家之宝？此差并非我家之物，小女子不知。此话当真？小女子不管乱说。你且退下。是。传说即王城了。是。传说即王城了。说即，方才路过门外，因何口出狂言？哈哈，死贼一定，将将有于何方？我且问你，杀人英雄之事，你从何而进，从何而出？哼，那是公堂之上，你不分不清楚。今天不王爷三更，怎么心血来潮，又分起这股胡来了？讲，此算是何门何进，何门何出？一派胡言。请问大师，那么你要我从何而进？哎，从何而出呢？本名从金渊挑将而进，挑将而出。广都因何发现？五八大圣好言有一笔。笔什么？一字小相中，天学有玲珑，佛作皆皆空。就要怕好条事嘞！你想想，燕子家中我曾去过，清清楚楚，锁门锁路。我是要进去隐修，难道不在后院沙门安详，反而去叫那些远高桥不成？是此可嘞，大人，这事不妥，好笑啊，好笑！你有何愿望？大人，那只雪夜当夜便扫落在我家门口，转眼不见。你为书记巡夜一夜，两人不曾离开。杀人之事，这必书记所为，望大人讲查。我且问你，你有几个姐夫？哎呀，大人，你与表兄书记乃是青梅竹马，实在并无他人。我且不信。大人不信，快到街坊查问。虽说有人三番两次调戏于我，命妇也从未答应。是谁三番两次调戏于你？是孟达。孟达，
我去问你，四月初一那天晚上，毛大哭人到过你家？这个，啊，你我想起来了，四月初一那天晚上，毛大是真来过。他来做甚？他拿着一枚银钗前来调戏，被我堵出门外。毛大出门进菜，我便将门关上。你可记得是怎样一枚银钗？记得是枚镶嵌白玉的红的银钗。哎呀，不错，你看，可是怎样一枚？真是这枚。说的那也，何时为做？毛大出门不去，说句就来敲门。哎呀！想到也到不了了，哦，八斤多了呀！毛大，快将杀死边山之士从这走上！啊！哎呀，多老爷冤枉啊！你看这是什么？绣爷，绣爷之中还有什么？啊，隐藏。是宁藏，是你英雄之士落在边山墙下自亡，张震却着招死不招。大老爷，这宁藏不是小人的。算圣旨，算圣旨。毛大，你哪次宁才调戏于我，还不快走？毛大，这宁藏分明是你从我头上拔去的，你往下拉。哼，事到如今，招死不招。无章无证，叫我怎么找？铁证是三。哎呀，啊，拉呀拉不掉这，小人冤遭。瓦工，将毛大当着死牢，方才胭脂所及往城来。有嘞。开众吧，草军！Thank you.
千里，从今后常须明的好理解，是故叫你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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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